开动喽！哦，我、欸、你有拿到我的汤匙，我帮你拿汤匙。来，那、啊、这是你的，用这个比较好用。我要用这个超辣的麻辣。那其实我们自己是定，因为我蛮喜欢吃鸭血，我们自己是定鸭血跟豆腐。然后它这个一包的鸭血跟豆腐的话，一包六块鸭血跟两块豆腐。那它其实就是那种一般的卤鸭血，就是可以单吃的那种。对，味道都不会辣。那如果说你自己要就是加麻辣汤底的话，自己再另外煮。然后那一包有多少？还要运费。对，所以三百多块这样子。它是两包啦，它是两包，然后加运费。哎，没有，我们因为我们是买两包。哇，试试看。哇、哦，那个，我那个锅底很辣。但如果是，当然，我觉得如果你自己会卤鸭血的话，我觉得就不用花一百多块，因为真的是一百多块的鸭血可以卤很多。如果像我老婆这么厉害的话，对不对？就自己卤。没有，还在学习中，因为卤鸭血它真的还是美感很多。嗯，然后还有你要用什么卤也是一个。来试试看它鸭血，它鸭血本身就有味道，但我现在用了我们的那个什么麻辣酱下去，它其实本来鸭血就会有，它比较偏咸味，但是它跟我爱的登峰是偏甜味，就不一样。哦，然后它一直泡在真空包里面，一定是够味的。嗯，那它咬的时候会有那个喷汁，就是咬会有黏黏的感觉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感觉好像外面有点磨的感觉。有点磨它，嗯，我不知道那种感觉，但是就是要剪断。登峰的话是你一咬就是很嫩 Q， 就是你一咬下去顺，但是这个很像。在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它的咬嚼，它的皮还是什么的，会有点像皮。那我觉得还 OK， 味道至少是，但味道是 OK 的啦。它也是一个麻辣火锅店，然后他们有出真空的鸭血跟豆腐。真空的鸭血跟豆腐，来试试看豆腐。但我很少吃豆腐这一块。但我觉得真的，如果说你们自己有那个。可以买，真的可以买麻辣汤底，或是说可以买麻辣酱，加一点鸡高汤，加一点水，就真的变成这种小麻辣，也是很方便。哎，好可爱！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，你看，我两个是妇女啊，你看。不要。不要。啊，我头发很乱，等一下。好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吧？我帮你。他豆腐也是用，我觉得他豆腐是用那种老豆腐还是板豆腐之类的。他不是板豆腐，他是应该就是臭豆腐的那个豆腐。哦。就是大方块，因为你看他那个边边看起来就像，他应该不是板豆腐。哦。对。应该了。
嫩板豆腐会比较嫩哦。对啊，它没有太嫩这样。但是它就是一般的那种，就是鸭血豆腐，就是用那种臭豆腐啊，发酵的那个豆腐。它不是发酵臭豆腐啊，但是有气动。哇、哦，有辣。那汤看没办法了吧？没有办法。哇！但如果你自己用很麻烦，怕买那个，就因为麻辣酱其实要买一大罐，然后还要是煮汤底的话麻烦。没关系，你们到想想过去买麻辣汤底，再买肉也可以，然后自己夹菜。然后自己外面买鸭血，我觉得也 OK， 就这样顺势推到自己店。对，而且重点是我们的汤，香小锅的汤是可以喝的。这我不是，这个可以喝啦。你很能吃辣的话，真的，它是可以喝，但是我真的太辣。你看我已经冒汗了，啊。下次可以再加少一点那个麻辣酱，那个酱可以少一点。嗯、但是我跟你讲，麻辣酱啊，我觉得蛮厉害，就真的很辣。像我们单纯吃，就是吃吃看，这个很辣耶。冬天真的是很适合吃这个麻辣，真的是不是？妈妈飞，妈妈快飞，好快用飞。这里，冬天真的适合吃麻辣锅、羊肉卤、姜母鸭。哎，我真的有吃过羊肉卤吗？要去吃一下羊肉卤。是该约一局了。哦，这白面是捞了几匙汤进去而已，它就变得好辣。你们看我的脸都红了，有没有？来，它这个电池跑掉，因为我之前他们摔到，所以有时候你看。你按下去没有灯的话就不对，拨一下，转一下，等到有灯出来的时候就对了。可能也是差不多快没电，我这验很久了。哎，灯出来了。妈妈给，妈妈给。爸爸在那边。来。按飞，爸爸帮你用飞，爸爸帮你用飞。妈妈。他笑出去玩我的电脑。妈妈。啊，这个我要慢慢吃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这里，你不要再玩我手了。来这里，飞，你看飞。啊，我喝了，辣，拜拜。